各位小伙伴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个免费的领英开发客户，高效精准添加好友的方法。仅需一条指令，我们可以跳出所有的人脉限制，搜索出活跃有效的客户。接下来，我们就跟大家演示一下具体要如何操作。我们来到浏览器中，在搜索框中输入我们的指令。我们今天以做圣诞灯的客人为例，来搜索相关的客户。我们输入圣诞灯这个关键词，双引号里面包含我们的关键词。我们现在是需要搜索领英上的所有的圣诞灯的客户，所以我们把网址限定在领英这个平台。我们输入 site 冒号加上领英的网址，这条搜索指令它会帮我们搜出所有的领英上有关 Christmas Light 的这些页面。我们接着往下输入我们的搜索条件，今天我想搜索所有的职位为老板的人，那么这里我就输入限定条件 owner。 那当然，如果我们想要搜索采购啊，想要搜索技术啊，想要搜索其他的一些职位，直接把这些搜索词啊放在这里替换掉就可以了。好的，我们点击搜索，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帮我们搜出来的是所有职位为 owner 的有关 Christmas Light 的一些页面。我们现在还想限定一下具体的搜索国家，那么我们接着在指令后面添加搜索条件，我们以加拿大为例吧，同样是双引号，我们输入加拿大，我们可以看到以我们限定条件搜出来的结果 owner Christmas Light Canada。 经常玩领英的朋友都知道，领英这里啊有一个 connection， 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每一个页面这里都会有一个 connection。connections 这个数据呢，可以证明这个人的活跃度，数字越大的话活跃度越高，反之活跃度越低。那有些人的话，他可能注册完领英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这个领英平台。有些人或许他可能一年、两年或者是大半年才登录一次这个账号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加人的时候啊，我们要选择这些活跃度比较高的人。那么我们就需要在我们的指令上再加一个限定条件，我们这里加上 connections 大于500，我们输入500加 connections， 点击搜索，我们看一下底部，就帮我们搜出了我们限定条件的一些搜索结果，大于500的。那么大家就可以使用这个方法，加入自己需要的限定条件，去搜索开发自己行业的客户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各位小伙伴，再见。